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以及军警民双用共建与首都的地位和人民心中的期望还有不少的差距。 来共同为实现15大建议陈希同的有一些问题已经充分行虑，所以中纪委建议这个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已经接受了这个立案侦查的这个任务。你说现在陈希同在什么地方？陈希同正在接受检查侦查工作，我们预计。 95期间还会有30万人下岗，但是我们用各种途径准备当年安排60%到80%。对大会做了大量的深入的生动的报道。